快点找死我！漂亮，好，准备，同时举牌，一二三，来。哇！哎，你听到没有？我就说刚不晓得谁真谁假，没准备就哎呦喝点汤，喝点汤，喝点汤。 有人讲吃点糖，你看，完全没讨论。哇，这个厉害啦，全部都吃点糖。这怎么了？确定吗？最后一题吗？这个题就叫。对啊，一定要这样子啊，这够变态。我本来想，我一跟二有在挣扎。一跟二，喝点茶。因为我如果现在要放空间让你改，你会你要改？不是，因为我为什么会想要二？是我个人啦，我个人如果在空腹当中，我如果就是喝了茶之后。 我会有一点点会心悸哦，所以我反而就是会吃不下东西。可是我不见得每个人是这种反应的，所以但吃糖呢？吃糖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周遭有一个朋友珍妮姐，她常常就是在包包里面会放糖。那是因为她儿子爱吃吧？没有，她个人很爱吃，可是她又很少吃饭吃东西。没有，所以我觉得她是靠糖来压抑那个饥饿感。营养师说，就是吃饭前吃一颗糖，可以让你的食欲降低一点点，会吃少一点点。哎呦，嗯，就像我们每次吃东西吃完就要有完美的 ending， 就是吃完蛋糕之后你就不会想要进食了。可是我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个。 感觉就是蛮变态的，所以我才会选这个。可是我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蛮变态的，所以我才会选这个。但我他没有跟我昏倒，嗯，对他你的教练对你跟他挥霍，问你，你没花多少钱吃到那个，真的，对，他是Peter这个人哦，他吃到那个人没？因为我们同样的教练，哦是哦，你没有吃过糖，他没有约你出去，没有吃过糖，你也没有握寿司哈，因为你跟他说你单身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，哇塞，都选一样这样，不是对就是错就全错，那 OK 啊，反正有人处罚就好啦。对啊，那就对啊，你们的逻辑其实对你们两位最好，没错，对啊，大家都一定是他们啦。 你们截取不会改变，对啊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来破个冰啦，我改二啦。你改二，嗯，要让他改哦。可以，哦，我个人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是我个人的那个，可以，我们，所以我刚刚问了嘛，嗯，要改的话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因为你改了，如果你对了，哦，那卢比就被处罚。好啊，那改要改，大家都改啊，你们谁怎么了？告诉你，我就刷个牙给你看。刷个牙。 你们两位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嗯，这题就赌Peter是对，中了你们就下去了。我就换教练，我就换教练，你就换教练，教练我突然被卷入。好的，一二三，对，宣布答案。邱医师，答案是一。不要换教练，不要换教练，我们两个改了还是一样。 对，你们两位没有差别，对啊，但是你们在当下一定要多一点那个啦。可是，而且 Ruby 如果没有换的话，就 Vicky 一个人处罚嘞。对啊，所以你是陪他一起被处罚。谢谢你解释一下，简单解释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会饿是因为两个原因，一个是血糖降低，对不对？对。另外一个就是胃部会放出一个饥饿素，告诉你你该吃东西了，因为你血糖降低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很快就吃东西的话呢，啊，你会吃进你该吃的热量。可是如果你希望减肥的时候呢，不希望太多东西，这时候你含一颗糖。 那饥饿素呢，慢慢的就会被压抑住，嗯，哦，那压抑住以后呢，慢慢的你就不会有那个饿的感觉，所以吃点糖可以抑制饥饿素的分泌，这样子。那其他的完全是好。完全就是。其他的刷牙当然没有用嘛，那早点睡，你不一定睡得品质好，不一定睡的时间够，所以这个不是。那喝点茶，茶的话，它本身是没有糖分的，它没有办法让你血糖回升，所以对饥饿素影响没有帮助。其实这应该是说，你像刷个牙，刚那个杰林说，哎，有帮助哦，当初刷了就不会再吃了，对不对？ 那是心理，对心理的，但是心理的糖，它是生理，对生理素，从生理素。差别在这里。5分，耶，杰林5分，也太厉害了。我们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基本上的那个答案也是对的，只是我们后来又更改了。但是我们刚刚解释的是对的，因为珍妮姐真的每次就是因为输的光荣，对，好不好？为了节目更精彩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OK， 来接受处罚。 今天这个处罚太好了。
为什么？太好了，完全应了我们的题目啊！刚刚谈到抗性淀粉啊，所以我们就来一个抗性淀粉的香蕉，这个是冷冻过的哦。对啊，冷冻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帮你配上最好的有益于身心健康又止渴降火气的苦茶。怎么样？我们现在火气很大了，还超渴的，好不好？绝对是这样。制作单位多体贴，真的贴心。所以这两样东西，我看不然就两位是赢家，我们来调配它的比例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大家都会遇得到的哈。就对为丢了。一人加一样，好不好？你加香蕉，你加苦茶，这样来。我加香，那我一定这样当好人，我当然加香蕉啊。好，香蕉应该是要加多一点的，香蕉就全部啊，整坨丢进去。哎呦，哇，你看真的是结冻的，冰的。哦，哎苦，那我看你苦茶全下了算了。真的，因为我是觉得苦茶全下好像会太苦。会吗？可是制作单位都准备了两两个。人真的好好，真的。好体贴我们，哇，你好棒哦！我有一个准备的，不要浪费，占一半，真的哈，好，来上盖。这些哈，年轻辣妹，我们也知道了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我只是会记得清楚而已。这一位你们从来没有喝过。哎，那苦茶好香哦，对，绝对的，就把它当咖啡嘛，对，颜色很像啊。可以啦，感觉像冰沙。真的吗？怎样？好特别哦，哪位？好可怕的味道，好怪的味道。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有一点怪，感觉很像巧克力冰沙哎。对呀，把它想象成巧克力冰沙。趁着泡泡还没消有酵素的时候，赶快喝。有一种那种化学的感觉。哎呦，香蕉也给你一个。哎呦，是咬得到吗？来来，我大杯一点。大杯，好来。哦天啊！要全部一饮而尽啊！干杯！好，你们真的很好。我加了没有？我刚刚是加香蕉。对对。来干杯！谢谢你今天陪我。我觉得我帮你。哎呦！真的假的 ？OK OK， 一人一杯就可以了。那个味道。可以了。那味道很恶哎。哎呦，哇 ，Vicky， 你喜欢这个啊？真的，没想到一杯香蕉苦茶冰沙培养出了姐妹情谊，你看，哎，真的还是苦哎，当然苦啊，还是说，而且味道非常怪，是真的好苦哦，还有香蕉的味道吗？应该还可以接受的，其实你可以结语啊。真的，我们在等呢，真的可以结语了，真的吗？很恶吗？加油，一大口，最后一大口。就当处罚完了啦。OK， 嗯，好了。不过呢，我想这也是一种趣味性的 PK 啦。我们借由这个题目，让大家有更多的认知，对不对？不要乱减重，不要只是追求曲线的美丽，但是你的健康如果丧失了，我想什么都没有了。真的，嗯，而且要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消息，好消息来喽，又出书了。太感动了。现在食安危机这么多，很担心家人会不会吃得健康、吃得美味。哎，那这个问题其实在书里头都有一些解答，绝对是这样子。嗯，所以呢，包括你吃的健不健康，它的吃法啦，还有清洁方式是不是会有问题，里面都有。大家要仔细看，我们的书名叫做《安心食》，有很多专家会教大家，包括正确挑菜啊，还有正确的烹煮方式啊，让大家安心吃。其实方法很简单哦。是的，所以呢，只要跟着我们书里面的方式，包括了我们谭老师啦、刘理营养师啦，是在现场的刘营养师，对，还有包括了10多位的专家，我们大家把毕生的绝学统统灌在里面了。所以在家里面你可以吃到最棒的无毒。也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这本书，安心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謝謝